是的，他本来以为他是来看，那他这边没有进来，他说他来。那几日几月，然后晚上好吗？这个几日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还有几次。哎，是不是你有分析过吗？看刚才多少重的？这里有写142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这张是那个用过的。上一次的，嗯，上一次。嗯，对。这个应该重的呀。嗯，特别有感，可以放一下你们。下一个字。银行还佫伫我遐，银行还袂甲伊断袂。咁是，你个哦，你个银行还伫我遐。相同还是讲，阿姨较会找，伊讲你是坐一礼拜，就给我。阿姨讲多，我唔知要去做啥，找我做个烦恼。这个有点像那个金猴，是吧？真的漂亮，不失落。要怎么讲？比较没有墨意。不像宣的，他不宣的。不认真换一种纸都比较难画。有烦的，有烦的。用这张吗？棉纸。其实它是很好的纸，但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了，就好像我们去吃东西一样，明明是很贵重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不吃习惯了啊，会说哎呀不好吃。纸照理讲没有好坏。只有放得久放不久而已。画你有一些纸看起来很烂很烂烂，但是你只要画秋天啊或什么的话，我那很适合啊。现在老师画的这个叫点字法啊，点字法，点字，气之有的字，一三点水，还有一个责任的责，字法，就是层层往上加，是吧？对，还没有干的时候就要，就跟那个米点啊，米点啊。对不起，我拿个东西一下。好啊。
这女性已经。青年，你的那个身体有没有比较好了？现在比较好。精神比较好。蔡大哥，夏大哥，我要跟你说是情况，做画册。那没关系。下次三号。9月3号是上课哦，大家不要忘记。时间还是照旧。对呀、啊，都礼拜四啊，9月3号是礼拜四。又讲。嘿。3号。三号啊。下礼拜四放一次、啊。放一次。嗯，一次。一次。亲自度过。21号。27不上。27号。上一次加在线上。这下半年上。这一定心要很临近哦，心一定要很近哦，才有办法。心只要不近哦，没办法，这个办法很讨厌。要慢慢摸。